人梦，不平息终身一场空。一副丑面带笑容，气势如龙，一出手气贯苍穹。若不为是非恩仇血染长空，谁不言侠义称雄。浪断天涯，情仇爱恨一剑正高下，风雨中潇洒。我有谁戎马，逐浪飞花，踏林霄舞黄沙。云霄雨尽夜水中花，四海一为家，终了无牵挂。九曲孤蝉青丝成白发，与你对坐饮茶。再也不用分开了。不用跟我客气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梦毅、诗瑶还有如雪他们肯定很担心你，走，我带你去见他们。姐夫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玉锦姐姐，你没事就太好了。姐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如雪，有些事稍后姐姐再与你细说。你记住，石婉若并非我们的生母，南宫清浅也不再是我们的父亲。谭云，此次南宫圣朝一行还顺利吗？南宫圣朝、永恒仙宗、神魂相宫、始祖，他们的实力都强过皇府圣宗太多。不过好在把玉沁带回来了。宗主、副宗主他们到了。进来吧。拜见宗主。不必多礼。冯老，你不走了？不仅如此，老朽还带着整个冯族归顺皇府圣宗，还望宗主莫要嫌弃。他叫冯天伦，是老朽的儿子，也是冯族的现任族长。从今往后，只要谭宗主一声令下，冯族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冯族当真要归顺？宗主或许尚不知情，前不久拓跋圣朝一夜间被离奇覆灭，老朽猜测是一个极其强大的神秘势力所为，冯族归顺也是为了自保，望宗主见谅。原来如此，正值皇府圣宗实力薄弱之际，冯族诚心加入，本宗主自然欢迎，定会委以重任。谢宗主。莹莹，立刻召集全宗闭关修炼，我们离生死存亡的大战已经不远了。是。拓跋圣朝竟然被灭了，不论是何人所为，拓跋林最好还活着，本宗主迟早要亲手宰他这个畜生。副公主，有个年轻人求见，他声称知道一些秘密，能帮我们六天玄功变得更强。带他进来。戏弄本公主的下场，你心里应该有数。都退下。是。我叫拓跋林，
是拓跋圣朝的太子。想不到还有漏网之鱼，区区玉胎境一重竟敢自己送上门，就不怕我直接杀了你？我活着应该对你们更有用。有些胆识和气魄，接着说。8万年前，拓跋圣朝的先祖在永恒之地得到一柄神战遗留的神剑，送给了无量幽宫。不过无量幽宫号称是天罚大陆第一势力，奉劝你们谨慎行事。神战，雅儿是六天仙帝转世，倘若真有这样一柄神剑，他应该会感兴趣。单凭这些不足以让我留你一命。我是拓跋圣朝的太子，又在皇甫圣宗潜藏多年，所以我对另外三大圣朝和天罚山脉很了解，将来能帮你们对付他们。你要想借无量幽宫之手向六天玄宫复仇，可就打错算盘了。不论有没有你说的那柄神剑，我们迟早会灭了无量幽宫。我杀了皇甫圣宗前任宗主，拓跋圣朝却没了。我现在只想找个厉害的靠山，哪会有其他坏心思呢？来人。副公主，带走，关起来。是。祝你们旗开得胜，也祝我们合作愉快。一天了，太子还没死，肯定成功了。傻大个，主人说过，拓跋圣朝没了，他就不是太子了。我忘了。收兵，按主人的计划行事。好嘞。轩辕公主，无量幽宫就剩你了，何必要负隅顽抗？独自苟活于世可是相当无趣啊。只要本公主一息尚存，无量幽宫就能东山再起。冥顽不灵，本公主只好受累送你一程了。风旋狂雷，绝空裂痕，杀！老匹夫，还有些本事。你只是羽化境八重，能与本公主缠斗至死，也该死而无憾了。何方鼠辈，藏头露尾，可敢现身一见？这是仙人。竟是鸿蒙至尊的雷属性鸿蒙神剑。今日灭宗，此一举终其命，大虚空藏。头饰，解开封印，魔龙祸世，生灵涂炭，死战不退，杨戬。借外力凝聚的神妖也敢与我争斗，此仇我乘风必报。